昨天晚上到的比较晚，酒店也比较贵，所以呢，我就在他们这边这个小广场这里啊露营了，还有很多房车停在这里啊。今天呢，准备逛一下出沟了，我的小摩托。
你拿着这上面吧，谢谢啊。别进去啊！啊。
第一次啊，见到这么仙的地方。上面是雪山，半山腰是下巴人的村庄，下边是两条瀑布，真的是仙境。下巴人的房子全部建在陡峭的山坡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塘口岸，这里啊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。中国这边呢已经全部修好了，尼泊尔那边啊据说路还没有修好。这边你看中国盖的房子非常漂亮。
再见，我的感谢。
人第一村。Hello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乌口岸还在建设中。这个是通往尼泊尔的口岸，海关大楼和小摩托。看外边还在一片施工的工地，还在建设中。大楼，未来啊，尼泊尔方向路修好之后啊，估计是一片繁忙的景象。
山海拔4888米。
措湖。西藏定杰县定措湖后面的群山啊，就是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的群山，湖水非常清澈，湖面上有泥马堆，上面搭有哈达。远处啊，还可以看到皑皑的雪山。来的路啊，真的是一条烂路，搓衣板路。我的小摩托，另外一个越野车，一对啊小情侣过来，石头上打的泥马堆和哈达。
别针，撞到你了。